二零二四年亚洲选举官署协会会员大会哦，因为个台湾是今年的主席国，会议早起伫台北开幕。行政院长戴英台致辞的时表示讲，争取民主无简单，为何各路困难？台湾愿意甲民主的伙伴国家徛做伙，来分享台湾的经验甲珍珠，大家做伙来学习安怎来面对假信息。今年一月份，台湾总统大选一日结束，伫 TikTok 这款网络竞选平台，就出现中选会做票的错误假消息。中选会讲，唔仅台湾，世界上侪侪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拢咧因为假消息、极权国家的影响，和民主选举等咧受挑战。亚洲选举官署协会 AAEA 今年伫台湾举办的会员大会，就由各民主国家交流选举制度，通安怎面对假消息。各国面临的状况不一而足啦，哈。那各国可能都有他们独到的一些策略，台湾在这方面的防治的成果是举世大家都给我们肯定的，所以呢，我们很愿意提供我们的经验啊，同时也向其他各国来做学习。AAEA 是1998年成立的国际组织，目的希望促进亚洲各国选举自行交流，推动亚洲的民主发展。今年的会员大会由台湾做主席国，在一开幕。行政院长戴英台、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拢出席开幕典礼。民主是需要靠争取跟维护的，争取固然不容易，维护民主更加困难，因为总是有一股不同的力量在侵蚀整个民主过程化的所有的国家跟人民。选举也必须要有民主的条件，有民族的文化，还要有制度的保障。AAEA 目前有20个会员国，咱台湾是创始会员国之一。今年的会员大会有来自印度、菲律宾、韩国等等国家的代表实体参与，也有孟加拉、尼泊尔透过线顶参与会议。中选会希望透过各国的选务专家交流，通因应未来民主选举可能遇到的挑战。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